其实我很喜欢看，就是因为有些歌可能没有歌词，然后你们也会尽可能的想要这样。然后我看到楼上的那个，你们是情侣吗？他们刚刚唱《魔法要求》的时候，一起牵着手拿着。我就觉得超可爱的。那我来玩一个小游戏。因为既然大家都这么会唱，我觉得下一首歌我们就全部一起唱。来，我们试试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放心，我们前面会教学，很简单。因为其实呢，范伟呢，雷哥你呢，我们就都觉得非常会唱歌，所以我们帮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“哈瓜合唱团”。然后呢，这个合唱团其实蛮厉害的，我们试一下。Oh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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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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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!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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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! 你看，我们都会，我们是会做音乐班的。Oh oh oh oh! 嘟嘟啦叭叭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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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叭叭叭叭。哦哟！掌声鼓励。这个不止整齐，还有技巧。对啊。哇，做不到。那我们来说更难的。W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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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。低的低的。W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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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。We e e e。哎呦，好整齐哦！等一下。所以第一音你们也是 OK 的。